我是刘小聚，匆匆流逝的2019年，太多的第一次，第一次独自旅游澳大利亚新西兰，第一次参加国际健身气功比赛，获得个人比赛一金牌一银牌和集体两个铜牌的成绩，第一次参加国际健身气功裁判员培训班通过笔试，第一次报考国际健身气功六段通过笔试和技术考试，第一次举办首届导引康养会，最大的收获莫过于通过几年的练功，失去了20多年被中医西医同时认为不可能恢复的荷尔蒙功能正在逐渐恢复中，时光因走过而精彩，人生因经历而富有，让心归零，迎接2020年。